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梁，欢迎来到民主阵线啊。我们接着来关注军政的议题啊。那么早上呢，已经跟各位讲了，今年呢，他这个啊金曲奖又是学以前的金马奖啊，搞那些啊搞七搞八的事情啊，没有任何意义。我说句实在话，自娱自乐。你这种唱歌的平台，它就是歌曲，就是歌曲，音乐就是音乐，体育就是体育。你非要去成为你们的这个政治喉舌，我觉得啊，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了，也令人挺反胃的啊。那这样的话，大家就都别玩，没有大陆和香港也不会去参加。那接下来你这个玩意儿，你就自娱自乐咯。你反本来台湾赖清德就要关起门来当皇帝啊，自娱自乐，对吧？那就让那些猪奴啊、屁民一起跟着他们去混咯，对不对？但是我说过啊，像这种情势啊，就是千万不能够，就是说我觉得台湾这样做也很好，千万不能给大陆任何的颜面啊，一定要啊更加的严厉对待大陆啊，最好是现在就宣布飞机全部暂停，两岸暂停一切交往，恢复到1988年以前啊那种状态，三步，就是蒋经国的三步政策啊，那个时候是最好的。那么这两天呢，美军 RC-135W 电侦机穿越台湾南部上空。根据航空迷透露，网络即时航班追踪平台发现，美军一架 RC-135W 电子侦察机28日下午已穿越南台湾上空，进入西南空域，转巴士海峡飞行。所谓国防部对此表示，对民间追踪飞机活动不予评论。那么美国军机经常在这边穿越，但这并不是支持代表支持他们。那么大家要看啊， RC-135W 它穿越这个台湾上空，可以使用台湾的这个啊上空，也就是它本岛的上空的这个领空啊，也就是说这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的侵犯了啊。因为台湾是我们的这个领土，对吧？你这个飞机直接这样穿上去啊，它走了这样一条很怪的线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来侦察解放军的山东舰的动向啊，这个叫电子侦察机啊，专门来这边来看看你这个山东舰在巴士海峡在干嘛。但是他不敢从战机的这个解放军歼15战机，而且现在歼15也是有低的，歼16有低，歼15也是有低的，也就是电战机啊，上空飞上来。所以说他绕开，他从台湾上空这样绕过来，他以这样的方式，我说句实在话，这都属于是在这里玩火的啊，等于说美国正儿八经的啊进入到台湾的上空。其实台湾上空的争夺战一直以来都在发生，台湾军队自己他不敢跟解放军搞来搞去，就美军过来跟解放军打打这个电战啊，一会儿又绕到台湾西南部，一会儿又绕到巴士海峡，就是避开你的山东舰，但是在你这一圈绕啊，他可以用菲律宾的这个领空，也就是他活动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啊。这就是老兵说过，美国对中国目前处于一种防御政策，他的前沿阵地不是任何的进攻型的武器，全是啊电子侦察技术啊干扰、通讯对抗啊，电子干扰啊，反潜是以搞情报为主的。所以说在这里他说他美日安保条约、美菲安保条约或者对台湾有什么，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所以还有就是，所以这架飞机它从台湾南部本土的南部上空这样子绕飞过去，实际上以此为借口，解放军的战机跑到上空去，应该去驱离掉它啊，在它上空驱离掉它。我个人感觉他走的这个线，解放军应该是啊在也飞到台湾南部上空去驱离这架战机了，不然的话他不会走这样一条线的啊。所以说因为中国解放军是比较低调的，不太愿意去公布这些事情啊。但是老兵说了，这里的电子战相当激烈。那么还有一个，美国这样子飞，它不代表是它是实打实的军事上支持你台湾，
他也没有这个实力。那么我昨天说过了啊，你看这个台湾这种标题，那还是中时 电子报的这个标题，起得我真想笑，牙都要笑一地了啊，对吧？有的很多 台湾的一些啊敌人，他们老是想把老兵的牙给拍掉啊，扇老兵耳光，扇那个我像猪头一样的把我牙拍掉。你现在不用来拍了啊，不用来扇我了，我自己都牙都给笑掉了。美帅29国环太平洋军演，剑指大陆啊，还这个叫什么黄伟汉报三关键，继承共军攻台杀气。我都说过了，环太平洋军演它是干嘛的？环太平洋军演它是一个友好啊表演性质的一种军演，也就是说大家哦是本这个本区域的，大家都过来啊玩一玩溜一溜。那有些国家的海军呢，你不可能老开不动嘛，那你要那么多军费干啥？那要开出去搞搞军演，搞搞交流活动，他们也可以报报账啊。美国呢在这些人的面前呢，什么吹吹这个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 F-35C 啊舰载战斗机多么牛逼，在他们这些弱小面前装个逼啊，飞两个飞机啊，铜滚横滚啊啊，对吧？九加耶夫眼镜蛇做啵做两下，我们多看我美国多牛逼。美国主导2024环太平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于6月27日开始，在美国夏威夷岛屿以及周边地区举行。此军演重点项目是实弹击沉40,000吨排水量的两栖攻击舰。媒体人黄伟汉表示，参与国家在地图上将会对大陆包围起来，而美国第三舰队司令韦德中将说，演习是为防止侵略，还提到台湾关系法。而大陆刚宣布两栖登陆舰是对台武器，美国就演示击沉更大艘的舰艇，火力展示更是针对中国大陆。然后又说什么日本、韩国、菲律宾、文莱、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从地图上连起来，就把大陆给包起来了。你这把我给笑的，我他妈牙都给笑掉了。第一个，美国在夏威夷搞这种军演，以前中国也是参加过的，后来2018年以后中美关系不好了，那中国也就不参加了。这种军演它不是任何实质性的，我们讲马上要迫在眉睫的这个战争型军演啊，它那个叫做耍着玩的这种军演，每个国家派个一两条军舰，你说这能干啥呢？还说什么从日本、韩国再到印度把中国给包围起来，你就说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啊，他敢有这种想法吗？东南这些国家都是过去凑热闹的，中国还和东南亚国家搞联合军演呢，那是不是也要他妈的意思把美国给灭了，对不对？美国要沦落到靠这种军演啊来凑数来壮胆，那可真是美帝国主义真是衰败了，还把中国到了破产。你说斯里兰卡打中国啊，新加坡打中国，马来西亚打中国，文莱打中国，把中国给包围起来了，还怎么两栖攻击舰？美国拿什么武器来打两栖攻击舰？美国要靠这种表演性质的友好访问的这种军演，要来说美台什么关系法，什么击沉两栖攻击舰，他有那个能耐吗？啊，倒是中国可以随时随地的把美国航母，你在任意一个地方，我都可以把你给击沉掉。你在夏威夷的卡尔文森号，我可以东风27直接飞过去把你给打一个大洞，对吧？胡塞武装都搞不定。啊，被胡塞武装都给打跑了，艾森豪威尔航空母舰，马上罗斯福航空母舰在韩国举行啊这个抗议俄罗斯跟朝鲜的军事同盟关系，在这里演习一个礼拜之后，这两天已经动身啊要去中东去接替被胡塞武装给打坏了的艾森豪威尔航空母舰。你台湾人真的是会吹牛逼，什么样的军演都是在保护你。马来西亚自己在国内搞个军演，那是保护台湾。澳大利亚在内部搞一个军演，或者说有什么兵力要调集，这是为了保卫台湾。菲律宾啊，军队出去打个靶，这是为了台湾而打靶的。印度尼西亚今天啊，军舰在海上巡逻，这个是针对中国大陆要保卫台湾。韩国今天跟朝鲜在边境搞起来了，这也是为了保卫台湾，因为要这个转移注意力。日本今天有什么举动？为了应应台湾有事。印度有什么活动？应应台湾有事。斯里兰卡军舰开到了
这个拿这个北印度洋地区去活动了，也是应台湾有事，因为在那里要牵制解放军的这个啊反海盗的这个兵力啊。北约今天干什么事？为了应台湾有事，今天打俄罗斯是为了北约军队能够迅速把俄罗斯给占领了，然后啊把这个兵力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输到远东地区来，也是为了保卫台湾的啊。今天啊，莱昂在马桶上面拉了一泡屎，那也是保卫台湾啊。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弄过来啊，放在这个啊，把莱昂的这个马桶啊，跟那个家里的粪池给搬过来，搬到这个台海啊，垒一道这个粪墙，那叫啊马奇诺防线，对吧？今天拜登吃了个冰激凌，那也是为了保卫台湾啊，那是为了鼓励台湾啊，让我们要很甜蜜啊。所以你说说看，这些人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什么样的军演都是为了保卫台湾，都是要去打东方大陆了，对不对啊？大家觉得这种思想状况是不是很这么精神上面什么很有问题啊？大家说是不是？嗯，你今天打喷嚏，这也是为了保卫台湾，你要啊，这个你已经有感染病毒了啊，你可以去传染中国大陆人，一个传染俩啊，这就是保卫台湾。今天一只海鸥飞到台湾，也是为了保卫台湾，随时随地啊要跟解放军的战机在空中相撞，因为飞机跟鸟相撞的话，那他妈是很危险的，对吧？这只海鸥，你看他们也是为了捍卫民主自由啊，他要去冲击解放军的啊这个歼20啊，把歼20给毁掉了啊，他要我们到时候要把这只海鸥啊列为烈士。美台频密军售并建立共同准则学者，从准同盟走向同盟关系。美国联邦众议院日前通过拨款法案，其中要求提供台湾至少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并提供更多20亿美元的贷款。台湾学者分析，按美国越发积极援助台湾的趋势来看，不排除未来可能会扩大提供美国现有外挂改良装备，而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的加强或将美台关系从准同盟走向同盟关系。啊，每天都是同盟关系。美国说了不和中国打仗，这句话你怎么不去报道啊，对吧？每天我说过，每天台人都在编100个理由，今天解放军不会打我，别人都要保卫我，台湾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上90%的贸易是要经过我台湾进行的，没有我台湾全世界都不能转了，宇宙都不能转了，地球都不能进行这个自转，24小时自转都不能围绕太阳365天公转了，没有我台湾宇宙都不转了，银河系都不灵了，我们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宇宙就是我们这里啊，这就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全日空航空九霄惊魂波音737空中即将乘客事后换 PDFE。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两天啊，这个啊，那这个事情就不讲了，但是这个波音737呢，6月22日，一架从长崎机场出发飞往中部国际机场的客机，在高空中机舱气压突然急降，导致警报启动，氧气面罩脱落，现场情况一片混乱啊，造成7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身体不适，而一名当时在机上的医生表示，事故后患上创伤后遗症 PTSD， 经常在半夜惊醒，对吧？这又是美国波音的飞机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本来还有一架飞机要飞到这个台湾，就这架飞机本来要说飞到台湾啊，也就是这个出事情了啊。所以说你看波音飞机都这么烂，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到底行不行啊？啊，能够保卫台湾吗？给台湾的武器装备行吗啊？反正我是感觉到就台湾天天在这里吹逼，但是这个眼前的燃眉之急没办法解决掉，就是说解放军在空中270度包围台湾，水面270度包围台湾，圈内圈战术飞行啊，全部进入到12海里，你把这个给它击落掉，一架击成一艘共建，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啊，很不错。美国那集合29国在80海峡搞军演啊，那这个就 OK 了啊，那这个就 OK 了啊。好吧，谢谢各位支持。